看见啊，新闻啊，感觉到天地间在告急了啊，这一个季风啊，在巴哈马灾情的严重哦，有多的小岛已经呢失去了联络，也许都没了。人间呐、啊，佛陀说，世界有成住坏空，那一些小岛啦，听说有700多个小岛，大小岛有人住没人住，也许这一波啦，大灾难，也许就灭掉了。有人住的地方，或是没人住的，无声无息的城，多少多少年呐、啊，没有人住。现在，也许呢，就又灭掉了，成住坏空。这就是世间上啊，在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一个角落一个角落。不断不断的破坏，现在呢，真正的是告急。那还有亚马逊大火已经好几天了，还没有熄。7个国家呢，都紧急了，开出了高峰会。紧急，大家呢，赶快来讨论如何呢，把这样的大火灾啦，大家共同想法熄灭。又看到了澳洲这昆士兰州新南威尔苏州这样的火灾，好，已经100多起了。这都是呢，在这颗地球上呢，同样都是在地球上。南美洲是那样的灾情那么大，还有呢，西班牙、葡萄牙。同样呢，也是火灾，好几天呐、啊，火烧森林，一烧，这两个国家也都是呢，连续好几天，真正哦，感觉到说，哇，怎么会灾难这么多啦？实在是令人担心。这种火灾是这样，到底它要烧多久？被损坏掉的什么时候才能恢复？这都是未知数啊！唯有人人皆胜前程啊！这同样的一片天地之间，我们一定呢要用与天地共生息的心态来看哦，所以人人呢要皆胜前程，真正是惊世灾难，已经这么多的大片国度了，都是水轰火、地震四大灾情，
共同在这个时候，大陆四川这昨天呐、啊、是地震，5.4地震呐、啊，在四川呀、啊、已经有造成了房屋倒了，人有伤呐、啊，有伤亡，这地水火风。在这个时候都是影响很大的影响、哦、整个地球啦，亲像一个人诶那个器官啦、啊、已经呢一大部分的器官毁损啦、啊、所以世界不健康咯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用心虔诚啊，此际还在继续救水灾的菲律宾，菲律宾呢那么呢迟了3天继续的以工代赈，这3天的以工代赈呢对于他们呐、啊，很大的帮助。这个呢，帮了帮巴海，卡西安巴海那边，你们谁来查巴海？马拉尼，萨拉米，萨拉加，公瓦拉西拉，马金泰帕卡米，萨萨胡萨巴纳科，伊兰朗萨胡萨巴纳科，400当阿罗。Si ano ni kumaisip mambana.Kasi marami ng bisis kami nabaan dito, ma'am. Tapos, ngayon lang kami naka-receive ng tulong na ganito. Grabe ka. Anong gani, ma'am? Tulong na parang galing sa puso talaga. 当地啊，对慈济来说是很新。现在才有几个委员。那马尼拉呢？这么遥远的地方。大的飞机，这一群菩萨到了当地呢，却带着新的慈济人，在喇嘛少数的慈济人去投入去处理这一回如何救灾，这都是呢慈济人呐、啊，人间跟众生有缘，就会发挥到了帮助与付出的啊！天都在念过去，有火、风、水，这我们没有慈济人在那里，还是无法。去接触到了，感叹无奈，什么代志咱拢也唔知，无法度呢去接触到，只在新闻上看到的，总是呢心着急，很不舍，很就是要为他们来祈祷，那。跟慈济人有关，像澳洲，他们信息回来，第一报平安，第二报灾情，就开始呢回去组合动员，要如何救灾的准备。总而言之呢，有慈济人的地方啊，真正的就。比较有福啦，唉，都是人间疾苦哈，期待各位菩萨们有没有把握时间，如何成为人间的解有情人，写好菩萨就要自己要很像菩萨，所以要学佛。要学佛，要
行菩萨道，要行菩萨道，要像菩萨。希望我们大家看到了天下灾难这么多，我们大家时时刻刻都要启发出来虔诚祈祷，为天下祈祷，平安无灾难，当然是要虔诚的多用心啊。